Linus 这个厂，它的原料是没有问题的，啊，可是它的废料是有辐射的。除非是这个东西，我们是稀土，是在马来西亚的，没得讲，对不对？稀土根本不在马来西亚，我们这边只是个过程，只是个，只是做一个 process 啊。其实最毒的应该是 process 的工程。咁样，你而家正话开始行呢个关灯嘅泥呢？如果我哋讲十年后，佢真系有事发生嘅时候，系咪？我哋揾边个？近期法国媒体记者发自包头的一篇报道说，中国稀土杀死村庄。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说，飞到包头，从天空向下看到一片湖泊，这片浑浊的水面是个十平方公里的巨大废水池，周边工厂向这里排放处理17种稀土的废水，水中没有鱼，也看不到水草。而现在那里方圆十里散发着刺鼻的气味，附近村民相继患上了癌症，村子里一排排棕色房子都变成了废墟。原先包头那里是一望无际的田野，1958年包头钢铁厂开始开采稀土，到了1980年末，居民发现植物出了问题，20000多亩耕地无法耕种。那个卫生部怎样监督啊？要挖掘了，是啊，那个有辐射的废料啊，掂过呀，啊，在马来西亚有掂过喺呢一個共專啊，啊點樣個華團有你輻射專家啊？就算你有專家啦，你去監督監督你個廠啊？客家話講咩？客家話講乜雞？方條鉛砂落解龍 condense 啊，更蝕計噶嘛？你 condense 做乜雞？聽我。有人說，我們都要用這個稀土啊，我們要啊用。电话啦，手提电话啦，高技术的各种的电器啦，啊，对我了解，我也没有说这个稀土的东西不能够在这个世界生产，不过我们说的是一定要在一个很好的一个受到完全管制啊安全的一个国家，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啊，从开了国家的后门，让这种肮脏工业带进来我们的国家。The world's largest rare earth plant has been built in Kuantan or near Kuantan, and yet nobody had been consulted about it. They have not given the consent. They did not know anything about it. Rare earth processing is very, very toxic.I have been to the plant several times. What shocked me is next to the plant, there is this river called the Balok River, where Linus will be discharging 500 tons of its wastewater every hour. This river is an important mangrove habitat. Mangrove is a very important fishing, fish breeding and spawning grounds.Many people who live downstream near the river mouth fish from the river mouth in the sea,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y also catch seafood in the mangrove floodplains. 一个这么有伤害力的一个工业啊，就在靠近着一个渔村，靠近着一个海边，在一个沼泽地啊，离开城市啊，才。10多公里，啊，在它的30公里的这个 radius 里面，啊，有70多万人口。我们的国家很小啊，万一受到泄漏，整个国家就完蛋了。我们国家的地理天气啊，很潮湿啊，雨量很大啊，啊，这些很容易会被啊这个污染很容易啊会穿透在。啊，这个水源里面啊，整个国家都面对着很大的环境公害挑战，在这个时刻啊 ，Linus 就是一个公害的标志。如果我们不能够把这个标志把 Linus 打倒的话，以后这个公害的 floodgate 啊，这个 floodgate 打开了啊，将会淹没我们这个国家，什么都进来了 ，Linus 可以进来，核能厂也可以进来。第二步你就可以看到核能厂可以进来了，所以说我说打到最后一口气也要把 Linus 打倒，就是这个原因。
做这场苦行，就是把要把人民的另一种的感受再次的起步。这条路不是从关旦到吉隆坡是这条路是一个抗争的路，要把它打完，就是要把莱纳斯关掉。这一帮人跟着我跑了，然后我发现呢，有年轻的，有年长的，一眼望去没有多少个是我认识的，都是陌生人，哪里来的？太阳下山了，一位好心的当地人给了我们一间空店，里面吊着了两盏白白的灯，很高的那个ceiling， 一只风扇在中间摇着，我望进去，一般陪我苦行的朋友，陌生人，累了，伤了，就睡在那阴崩崩冷冷的阳灰上。那时候你会感觉到，为什么让一般人跟着我受这么样的苦呢？就是靠那股的这样的精神力量，把我们拔起来，跑完了长长的300公里。只是靠体力是跑不完的，是跑不完的。看着孩子一直飙高，就在这段时间里面，我觉得是很可惜不能够他们真的是很 miss 我了，很想念了，很想念我了因为你儿。来了个 message 说，爸，你这样久没有敲我的房门了，因为我每天晚上临睡前都敲敲房门进去帮他盖被叫他早睡，帮他关灯讲几句话谈一谈学校今天有什么，今天见了什么朋友都分享一下他说这么久我真的 miss 你那个敲门的声音，每次临睡想就想到你，因为他等着你那个敲门的声音Gaping yang luka kita gairah menlupa sebanyak tanah berdua konon demi rezeki alam dan udara kita sengaja terlupa tanah cicit yang syahdu tuli akan senandung insan dan unggas nan merdu. Dari denai ke rimba dan sungai ke samudera, terdengar rintih ombak meraung bumi sejarah. Pernahkah kita bertanya pada gebeng terluka, bersair berpantun demi kebahagiaannya? Kita hanya memacakkan gedung dan kilang zahir, merela bumi gebeng teracun beransur cair. Kita sedang alpa, malah amat banget terlupa, harta terkini menutup masa depan yang lara. Di sisi mewah harta, cemar sejarah bermula. Kita sedang memahat hikayat tragedi bangsa. Memahat hikayat tragedi bangsa.